逐個人俾，你冇俾呢個橋咁樣。咩唔係逐個人逐個 pair？ 逐個 pair， 逐個 pair， OK， 逐個 pair 咁就嚇，咁咪逐個 pair 啲分咪俾曬呢個橋，變咗我唔理噶啦，總之你一次過講啦。咁啊，咁啊，六到啦，五點幾六到啦，咁啊陰公。唔係呢個橋，因為我覺得呢個橋有其他係索好多嘅。都啱，都啱，所以佢呢一出又唔系特别索，但系咁起码佢我波咧，例如一定索过呢出，系咯，系啊，我肯定呢样嘢。咁我就所以唔系几特别高，已经算高啦，我觉得俾五点几。哇，记唔记得佢喺办公嗰度？吓，你摸啲摸啲，你讲咩啊？我哋讲紧你，讲我波咧。特咁另外 pair 梗系正啦，另外 pair 不过太短，所以好难 judge。咁啊，都会点都有七点五度啦。哇，七点五，古仔啊，古仔，古仔我俾四到啦，我都系俾，即系佢又唔算最差嗰只嘅，即系有啲最差啲就系即系乜嘢古仔都冇嗰啲咧，即系米拉米哈列卡，但系米拉米哈列卡啲个 setting 正啊嘛，个先正，咁样系咯，都俾四嘅，咁样仲有咩？我头先话总共即系总体嚟讲，总体啊五点五得唔得？哇，我都唔系太中意，哦，系啦。真系多一般嘅啫，系啊，哇！我俾咗好高嘅七点五，系咯，你七点五好高噶。可能因为两个人我都可能冇听过，所以会有 bias。Yeah， 咁但系系咯，我希望显到嘅会再其他啦，再嚟啦，希望乜再接系啊，有其他。哦，咁我听咗四个，你即系上一集你讲系啊系啊系。那有那家自巴沙。系，巴沙同啊 X 呢个 Takeuchi Ken，Takeuchi Ken 系啊系啊，即系喂，讲翻嗰个即系嗰个古仔系嘛？个古仔嗰个情节，哇，好难讲呢个，即系佢点啊？系一个下低估到后辈，系啊 ，X 呢个嘅佢系咩啊？佢系咩前辈咯？系前辈，但系天然系咯 ，Ten Nen OK Ten Nen 前辈系啊。但系古仔嚟讲就冇乜嘅，其实唔系都好 sweet 好 cute 咁样逐个咩咯咩咯嗰啲古仔，我中意噶呢啲，咁都系我 OK。但系其他冇乜，你冇乜古仔可以除咗系啊，喂，古仔性嚟讲梗系麻麻地啊，不过我中意嗰啲，但系咧，所以就都、OK、就咧个个 track 咧都有支持，但系可惜在咧就系自巴沙嚟嘅。啲人唔系，但系同埋咧，即系摸伤咗唔透，佢请咩冇冇得？唔系有一度咧，有个 scene 咧，佢咪用佢同嗰个女仔讲嘢，咪用好沉嘅啫。系啊系，不过咪 OK 嘅都，系啊，可以接受，即系嗰啲黑暗晒嘅声咁，嗰个可以接受。都 OK 喎，但系佢又唔系用嗰把声嚟到请咩？唔系啊，我最顶唔顺佢成日咪扮到懒可爱咁样走去角色需要嚟。系啊，但系问题系我唔中意啊嘛。我跟住哎死啦，好核突啊，唔得啊，唔得啊，顶唔顺啊，咁样咯。同埋咧，我真系唔中意Takeuchi Ken 咧，又系嗰啲可爱嘅角色嚟噶嘛。哦，系啊，两个好可爱嘅摆埋一齐。但系点解佢要成日都做嗰啲俾佢做嗰啲角色？因为我之前听过嗰套同 Takeuchi 一套咧，叫咩名？上个礼拜讲过咧，同 Takeuchi 好似有讲过上个礼拜。我唔记得啦。死我唔记得叫咩名。再揾啦，吓，再揾啦。即系总言之，嗰套佢系又系嗰啲好超精嘅人嚟嘅。但系咧，跟住后屘我听 free talk 咧，即系呢一 say 高嘅 free talk 咧，系啊，佢 OK 嘅，真系 free talk voice， 我几中意添嘅。吓，我觉得一般咯。吓，你唔觉得好搞笑咁样？系几搞笑？系咯，佢几搞笑。同埋嗰度把声系 OK 嘅，因为而家即系佢嗰度，我比起我平时要扮到嗰啲，我都话有一出嚟听你讲系好啲。嗰出咩？我上次网友俾你听嘅，我唔记得你讲边。我想听下我上网MSN 嘅话俾你听噶。我唔记得咗，冇乜点留意添。你啊 ，send 咗俾你入，我而家又唔记得噶啦，因为你再问翻我。老人痴呆啊你，听太多，唔系老人痴呆，咁啊系。太多，我谂我而家电脑起码有几百套不止。应该最低程度几百我谂，我冇数过，不过冇计过有几多。谂下一个 series 都可以有成四五套啊！哦，系啊，我好懒 burn， 所以都系啊，系咯，所以我唔知道有时都听到好混淆，即系一时时咦，我又唔系好记得佢平时。喂，等先，哦 ，OK， 快啦。头先唔记得讲到边，算罢啦。
继续啦。咁我头先讲翻讲紧 say go 噶嘛。系啊系啊。系咯，咁但系就唔中意佢啲可爱声嘅。我希望我希望佢可以有一套系用可爱，用正常声，可爱嘅声，用正常声，用沉声，咁就正啦。系，因为佢咁啊，安总我听佢 free talk voice， 我觉得佢可以嘅嘛。嗯 ，OK 咯，我觉得，但系冇。唔知唔会系我特别咁啊，梗系应该就唔会特别中意啲。但系若然佢成日都有佢做 UK 嘅要，咁我就希望系佢系啦。唉，啊咁，但系其实咧唔系有几个 scene 咧都 OK， 都 OK 嘅，即系几我嘅 economy 嘅。譬如咧，譬如佢第一个 scene 嗰度咧，即系哦佢扮嘢叫佢教佢，系佢扮唔识嘅叫佢教，佢话扮沟。系啊，扮沟女话嘅教咁样，系啦，佢话费事初体验咁样失礼自己咁样。都觉得嗰啲先我 OK 嘅，我哋中意呢啲嘅，中意噶，我中意噶，我好易俾人呃上床。唔系话唔关事啊，唔系我中意睇呢个情况啫，听呢个情况啫，唔代表我自己中意啊嘛。系咪先？唔知你啦。一个先 OK， 但系可惜系佢哋啦。如果系第二个。人呢就算只是轉一個人呢都已經正很多了。如果你比例再想過同一出 drama 擺女，即擺另外一個 parent instead of 他們的話，你會選哪個？即一定要是可愛的角色嗎？不是，即是同即是那兩個角色是同一樣的角色，但是可以比你換 cast， 那你會換哪個？嗯，我很 bias 的，我一定会换。不得我一定会换。不啱角色啊，但是。为什么不啱啫？你最怕 Gary Can， 不得咩？不够可爱。不够可爱。那你现在搞好像 Rush 的嘛。那就是啦，可爱的 Rush 的嘛。我不是很喜欢。你得过 Celebration 得过其实。是啊。得过得过得过 Celebration 得走。那真的。你不要回走。真的 Tatsun。我差点。啊咁 ，Celebration 啦，啱唔啱？咁你言下之意真系 Tatsun 同 Matadu 嘅咯？冇错。O、okay, K， 好啊，呢个我中意。不过咧，依然咧，之前都系咩意思啊？都唔会好正。不过我话 Matadu 就正好多啦，已经。喂，我 Tatsun 成咩好失礼嚟咩 ？O K 啊，我中意啊。系啦，佢又成咩添？系啦，哎呀，啱佢啊！系啊，超正 ，S 嘅，超 S 咁，好开心。咁啊，咁啊，咩啊？好，几分啦？古仔啊，古仔啊，系五啊。下个人啦，人即声啊，系啦声啊，三人得，三得唔得？系啦，继续啦。三跟住总体啊，总体咪下嘅先，即系 S 十啊嘅程度 ，S 嘅程度十啊。又冇话十，即系因为我哋如果要十嘅话，佢又要多又要劲喎，但佢又唔系，但佢都算 O K 劲喎，又长九啊，我想话九啊，九啦，我系九啦，仲有整体，整体嚟噶，整体系，因为佢虽然多，但系我又唔中意呢啲人，咁都系六到啦，都系 O K 好，你听咗个号，系啊，听咗。古仔嚟讲，我几中意呢一类嘅，所以就应该会俾我6.5。但头先7.5喎。吓，系噶，但系因为嗰两个古仔啊，人古仔喎，讲紧。反正就系俾古仔噶，我俾高少少啦，都系7.5。OK， 好，下一个人嚟讲真系唔得，不过会俾高分过佢少少，因为佢因为啊边。啊，斯巴沙令我有少意外。